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的这个 EOS 哈，10QD 哈。那这台的话，原厂镜哦，有这镜头盖哦，那这镜头状态不错哦，可以看一下。哦，这镜头状态不错哦。那这个，焦段是哈，35-135的哈，35-135的啊。那这个用的电池是2C25哈，2C25哈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放一颗要测试的进去。那这台，正常啊，可以看一下哈，我们把它转到 Q 和 P 哈，可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哈，快门正常可动，快门正常可动，快闪灯也正常可动作，闪灯也正常可动作，快门闪灯都正常可动作，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它其他都哈都这台就正常了。那你看一下这个护把哈都正常哈，这个没有黏腻哈。那底部这个日本日本制哈，那看一下这底片是，也是旁边这边打开哈，打开看一下，海绵都还完好哈，底片是也是蛮干净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这个。Canon EOS 10QD 的这个视频哦，谢谢。